大家好，我是友善插棒陈冠霖。家族从事冻顶乌龙茶的生产与种植已有百年历史，在竹山工业区有一座观光工厂，在这里除了可以了解到台湾茶的知识之外，也可以品尝到不同的台湾茶风味。我将在9月12创意生活产业海泰论坛与大家分享看不见的细节是台湾茶最好的滋味。在论坛当中，我将以友善茶坊的品牌为出发点，与大家分享台湾茶产业的现况与所面临的挑战，并且与大家分享如何以许多看不见的细节成就美好的台湾茶滋味。最后将与大家分享台湾茶未来的有趣发展，期待与您的见面，谢谢。